吗？哎安哥，安哥你好，你好，哎哎呦呦你好，哎呦呦你好，啊，你们来上海玩呐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好玩吗？还不错啊。啊，有什么评语吗？有。啊，请讲，请讲。就是那个中医师不好。中医师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一直逼人家，他没有品。逼人家买药哦，用强硬手段逼你们买药啊？是咯。哦，太不好了，这个我们要改进，要改进。那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东西要给点意见吗？有啊，一直叫我们喝茶，又买茶。喝茶买茶，你可以不买的、啊。他们给我们脸色看。啊，叫你们买茶，还给你们脸色看？哦，这种服务态度太不对了，这。除了这几样，还有其他方面的。你要听爱油油的还是爱牙的？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你讲。啊，这个先生，你对这边的苏州美女有什么感想吗？苏州的美女，这边是上海。啊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因为我今天到了上海，什么都忘了。哎呀。你再问杭州更糟。啊，你应该买药，医生叫你买药是对。你这么健忘啊，才昨天的事情你就忘记了啊，怪不得那个医生一直叫你吃药了啊，那是你不对啦，你不要怪人家医生嘛。video